小姐出阁日，何府昼夜忙？我梅香，薛府上的小丫鬟，明儿个是我家小姐出嫁的日子，府内的下人们在这登州城内四处为小姐挑选嫁妆，门老夫人还特意为小姐定做了锁麟囊，可我们小姐瞧了好几次，这花样都不称心。这不，老夫人又叫下人们再去调换。哟，时候不早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换回来了没有。哎，出去瞧瞧去。哎呦，哟，薛大爷，哎呦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小姐呀，还在那儿生气呢。老夫人刚给哄好了，你们要是再不回来，那我又得挨说了。梅香啊，你哪里知道？我们大家与小姐换来妆奁之物，小姐一见么就不生气了。哦，怎么着，东西都换齐了啊？都换了。哎呦，慢着点儿，慢着点儿，我呀一样一样往里头递。小姐要是不中意，你们还得再换去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们谁先来呀？我先来。哎，我先来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明香姐，哎，鞋换回来了。好嘞，我先拿进去啊。小姐，哎，别生气，不中意我让他们再换去。得了，你呀，再换去吧。这可是新花样，为了这事儿，我都跑了好几回了。小姐不中意，你再换去吧。说说。哎呀，得了。小姐不中意，我有什么法子？水大，真了。嘿，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鸳鸯一个要飞的，一个要游的，不要特小，也不要特大。哦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大。小姐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鸳鸯永无色，彩玉头轻薄，目秀下金翅，地方走路磨。哦，还要地方走路磨。真来快快。哟，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说的简直的太细致了，我呢是一点都没记住，干脆您呐自个儿出来跟他们说得了。不用的，丫头。没用我就没用呗。快快搀我来。瞧我们小姐走这两步还要人搀呐。
姐，那鞋子的花样不中意，让他们再换去，反正有的是人，让他们闲着干什么呀？嘿嘿，您说。阵阵令人生气。哎呦，小姐，您可千万的别生气。哎，要不让他们把朱裁缝找来，您出个花样，当面和朱裁缝说，让他连夜赶制，您瞧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这就去办去啊，我这就办去。快，把朱裁缝找来啊。薛顺，你换的什么呀？你手巾换回来了。哎呀，倒是挺漂亮的，我先拿进去。你得多说好话啊。我知道。小姐，您瞧这手巾多好看呐。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最好的啦。春丫头，今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吗？哟，您别着急啊，我让他们换去，您别生气，我让他们换去。文小姐，你呀，再换去吧。为了这事儿，我都跑遍全城了。您得给我说说，小姐不中意，你再换去吧。您得给我说说，小姐不中意，您得给我。哎，春丫头，今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吗？梅香姐，哎，您怎么了？我跟池团学的，哎，你快换去吧，真捣乱。没事。哟，胡妈妈您来了。小姐还生气了？可不是吗？没事，我瞧瞧去。哎，你跟我进来啊。瞧瞧去。小姐，胡妈妈来了。小姐，我呢给您换了一对花瓶，哎，还有个吉祥话呢，叫平安富贵。您瞧瞧，多吉祥啊。小姐，您要是中意的话，我就把它放这儿了。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。小姐，您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呢就到下边歇着去了。那我就歇着去了啊。胡妈妈啊，您的造化可真不小啊！会收下了，可不是吗？阿弥陀佛！哎呦，哟，薛大爷，梅香，您换的什么呀？与小姐调换的锁麟囊。哦，锁麟囊也换回来了。麒麟瑞草，新花样的。哎呦，可不是吗？那我先拿进去啊。好啊，梅香，哎哎哎，好话多讲。我知道。小姐，换来的东西已然摆好，请小姐过目。小姐，您瞧这对花瓶儿怎么样？还有个吉祥话呢，叫平安富贵。
小姐，您在瞧这锁麟囊？什么呀？怎么，小姐还是不满你吗？可不是嘛，您呐、就在辛苦辛苦吧。哎呀，这就难小姐，为了锁麟囊三番五次从不称心，想这三差六使举一招便，如今叫老奴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？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是老夫人来了。参见母亲。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儿啊，明日即起到了，你出嫁的日子到了哇！儿啊，你还有什么不称心、不满意的么？啊，为娘与你讲话，你为何不言，为何不语呀？再若不言不语，为娘我就要生气了。啊，母亲，孩儿哪有不悦之心？只是什么？老夫人，小姐正为这锁铃囊的花样不中意，她在这儿生气呢。哦，原来是为了锁铃囊之事。啊，薛良，老夫人，你偌大年纪，还不知小姐的心意么？再去换来。是是是，小姐若不满意，老奴再去调换也就是了。不用换礼。薛良，小姐说不用还就不必还了，将男儿交付于我。哦，是是是，歇息去吧。多谢老夫人。薛大爷，这个是小姐给你的红包。哦，您好好收着啊。哎，赶紧谢谢去。多谢小姐。歇息去吧。是是是。啊，美香，有取我的珠宝匣儿来。是啦，好女儿，乖女儿，家中的珠宝都任你挑选。啊，来来来，为娘这里有的是好东西。啊，儿啊，你来看呐。这是夜明之遗传，乃是无价之宝。No no no， 为娘与你装在囊内。哎呦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啊，母亲，有道是多藏一回。他不是这样讲的，我们本地有过相逢，凡女子持家必有这锁铃呐，为的是早生贵子之意呀。儿啊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是赤金链儿，为娘也与你装在囊门儿。你家小姐呢？回房去了，快与她送去。我知道。顽皮的丫头。想着世界之上，我们做母亲的疼爱女儿。居士一样啊。
起你呀。爹爹何吃此言？明日就是我儿出嫁之期，无有壮烈，是为父此次接待，分文未曾接到，岂不是对不起我儿？弟弟是哪里话来？像这翠状之物，俱是敷衍俗人眼目的东西，难道不有壮烈，女儿就不登花轿了么？花醉日此，怎奈我儿自有丧母，明日出嫁，无有壮烈，怎能对得起你那死去的、母亲？明天呢、薛家小姐嫁给周家，赵家小姐嫁给罗家，有钱的是薛家，没钱的是赵家。明天你到赵家去，爸爸我明天去薛家。怎么，我就应当去赵家，您就应该去薛家呢？赵家小门小户，少礼法，薛家大门大户，礼法多又杂。您这是势利眼，专门巴结那有钱的。你也是势利眼呐、啊，专门瞧不起那没钱的。好，干脆明儿你一个人去两阵。哈哈，好小子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明天呢，乖乖的给我去赵。我就不听你的话，明儿个呀，我也去薛家。Thank you.
你倒是用力的敲啊！用力敲。你知道这面锣多少钱吗？敲坏锣你赔得起吗你？我告诉你说，有点事儿就对得起你了，你还用力敲？差不多得了啊！什么跟什么呀你？秋天的雨，饺子里面还有人呢，我知道有人，他又不是鸡蛋，怕磕了怕碰的。你这是在养强话，我就这么说了。你这是在养强话，我这么说了。嗨，吵什么吵？吓着吗？小姐担得起吗？你？哟，这什么饺子呀？怎么点儿啊？哎呦，这饺子什么色儿啊？红不红，黄不黄的，紫花毛蓝月白色儿啊？哎呀！哎，怎么着呀？这是我们的花椒，你管它做甚？哼，你管它做甚的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品闺女的，今儿个我要开开眼。哎呀，天哪！想我赵鲁汉人虽贫穷，志气不穷，如今被他耻笑，真真气煞人you
么？我说你们有点家庭教育没有？你这是在养成话呀？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要我呀，乐得连嘴都合不上嘞。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，你管她则是，你管她则是的。你还别横，到了婆家还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。哎呀，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死了。小姐她又哭啦。什么人他为什么哭？你们比你们的鱼，我们比我们的鱼，雨过天晴各自散去，你管他则是什么呀？你管他则是的。你呀跟人小变狗毛，小姐她不告诉我。先生伤心，教中使女何人？他因何啼哭啊？小老儿赵鲁涵，教中乃是我的女儿，只因今日持家无有壮烈，贫富相遇，处境伤情，故而啼哭啊！知道了，启禀小姐，他们心照，教中乃是他的女儿。只因今日吃下贫富相遇，渐渐深情，故而啼哭。哦，闹了半天感情为的没有嫁妆啊。甭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给他，就什么小姐把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我的身价。
您拿什么给他，我都不敢拦着，唯有这锁麟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，还指望着他抱外孙子呢。这不是神话品，可以把桃子拔出去，他不好，明儿那一无神，走到来，你又来做什么？这回算你们哭出理儿来了。我们小姐瞧你们姑娘哭得可怜，把这锁麟囊就送给你们了。这里头装的都是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珠宝，全是值钱的东西。拿去吧。哎，我们不要，我送给你们了。哼，我们不要，我有志气。嘿，得了，薛大爷，还是您送去吧，你们俩聊得来。啊，老先生请过来。老哥哥何事？不假小姐，见你女儿可的可怜，故赠锁麟囊，里面珠宝甚多，老先生收下，办事无忧。哎呀，萍水相逢怎好收手，使不得，使不得了吧。哎呀天哪，莫非遇见了活菩萨不成？啊儿啊，叫中的小姐听你哭的可怜，将锁麟囊赠与我儿，是为父再三推求，他执意要赠我儿收下吧。想这事太阴了，不想春秋听得遇好人，男儿收下，爹爹问过恩人赏赐，日后也好打吧。啊，老哥哥，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？我们小姐姓薛。啊，没姓。有。你对他去讲，有缘相逢，何必言报？是啦，我们小姐说了，有缘相逢，何必言报呢？雨过天晴，敲打起来。敲打起来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敲坏锣你又赔不起。哼，我们有钱了啊。有钱了？有钱了。你真的有钱了？不错。那您有钱我就有劲儿了。您听着啊，哎，大爷您真有钱，家有钱的。真的有钱了。真有钱了。不错。得了，您听着啊。怎么样，实力的小人哟，您太夸奖了。夸奖夸奖。你往哪儿凑啊，你往哪儿凑，你干什么你，哎，好小子，你还敢打我。
慢来。您二人因何争吵？哎，过来过来，听我跟你说。您听我跟您说。你们一个讲完，一个再讲，还是听我跟你说吧。他呀，是我儿子。我们爷俩都是当兵星的。今天呢，是个好日子，办喜事的人家多。薛家大门大户，他礼法也多呀。我怕他弄砸了。赵家小门小户没什么礼法，我让他上赵家，他也跑薛家来了，他把人赵家撂了，您说他是不是势利眼？您过来，您过来，您还是听我跟您说吧。你讲，那小门小户啊，他是从来不去，专门巴结那有钱的。您说他是不是势利眼？你才势利眼呢！你势利眼，你势利眼啊！二位，二位，常言道。富贵未必长此富贵，贫穷或许时来运转。哎，这话说的有道理呀、啊！常言说得好，东风常向北，北风也有转南时。哎，我说爹呀，啊，往后您可千万别再什么。势利眼、啊，嘿，好小子，那是。周家整六年，一转眼呢，我们姑奶奶嫁到周家已然有六年了。我们姑奶奶生下个小少爷，取名大气，长得倒也聪明伶俐。今儿个呢，是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。车辆已然备好，待我请出姑奶奶。有请姑奶奶。有绿马，有绿马，去
府，在你到来州。哎，我说兄弟，怎么着，兄弟？要不是咱们袁百爷，在此搭棚舍粥，哎，这登州来的灾民呐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呢。哎，咱们袁百爷啊，哎，可算积了大德了。那是，哎，兄弟，咱们袁百爷那算是积了大德，可不是吗？哎，兄弟，有件事儿你不知道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？来来来，你听我跟你说呀。原来呀，啊，咱们袁买夫人也在登州。哦，袁买夫人也在登州。对了，这回登州发了大水，咱们袁伟爷看到家乡父老无衣无食，心中不忍呐。哎，咱们夫人也说了。哟，咱们夫人他说什么了？夫人说啊，今日得了富贵，不能忘了乡里，这才大棚舍粥，是救济灾民。哎，这也叫自求心安吧。哦，感情是这么回事。嘿，对喽。哎呀，哎，啊，天儿不早了。对对对对，咱们赶紧张罗张罗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呀赶紧忙活忙活去。哎，走着。哎，走着走着走着，哎，走着走着走着。哎，咱们走着。哎呀，是是是，忙活忙活去，忙活忙活。哎，兄弟，哎，走着走着，爸爸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登州发大水，差点儿做了鬼。我胡婆从前呢在薛府上佣工，这场天灾大祸呀，登州城让大水都给淹了，幸亏遇上救生船，把我们这些灾民呢都给救上来了。可到了这莱州府，人生地不熟，俩眼黑的乎的，我上哪儿吃饭去？还算好，此地呀有个卢员外，看我们这些灾民可怜，就在此地大棚舍粥。我们这些灾民呢，一天就仗这两顿粥保应着。天儿不早了，我不免去到粥棚打碗稀粥，喂喂我这老肚要紧。空啊，您听听您听听，这叫苦连天的，听着心里边有多难受啊。
小妹想还愿，不为何不来？哎，这不是我们家姑奶奶吗？姑奶奶，姑奶奶，虎婆，姑奶奶，哎呀，虎婆，姑奶奶，见虎婆好意思空上门来，你可曾经我您瞧瞧这场天灾大火，那登州城啊让大水都给淹了，老夫人跟姑老爷您见不着面了，恐怕这辈子您都见不着面了。听他言把我的肝肠痛，为你醉我回不想去，要是奶奶，刚才我不都跟您说了吗？那登州城让大水都给淹了，故乡啊，都成了大河了。老夫人跟姑老爷，这会儿恐怕早就变了鱼粪，虾没屎了。姑奶奶，您别哭啊。您饿不饿呀？是啊，我腹中甚是饥饿，琥珀，哎，快快与我开饭来吧。哟，我说姑奶奶，您还当从前在府上呢？说声开饭就端上来了，仨盘俩碗，这丝溜片炒的，这会儿您可别做那个梦喽。腹中饥饿，未待殷勤，日后是好啊。您这不是后悔药吗？要是早知道发大水，咱不就搬家了吗？哎，对了，干脆您呢？跟我一块儿打粥去得了。想那粥乃是饭后之品，一碗稀粥也能充饥也。我说姑奶奶，都到什么节骨眼了，您还说什么饭后之品不饭后之品？得了，我跟您说句拽文的话吧，这叫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呀。琥珀，你不要失礼呀，但不知这粥要怎样的打发，打到几时才有饭吃呢？奶奶，您别哭啊！这么着得了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您吃的。您瞧怎么样？您呢？您跟着我走吧。啊！
喂，大哥，您帮我打两碗，我们俩人啊，得了，谢谢您，都给你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了吧，来了吧，谢谢。姑奶奶，来，您赶紧吃吧啊，赶紧吃。哎呦，这两桶粥可全没了，全没了。你说的是呢，这没了，下回来吧，早点来，多给您盛点啊。多可怜呢，哎，老婆婆，你哪里要去吧？哎，不是，怎么给他了？得，连我碗也没了，我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看这位大娘子啊，她心眼儿挺好的。我们府上啊，正好缺少一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。我看她呢，干这事儿准成。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啊？是啊，这可是好事啊，是好事。我问问大家，你问问去，我问问大家，问问去。姑奶奶，您别走。哎呦，您别走。哎呦，来，您回来。我说姑奶奶。您听见没有，人家府里边啊缺少个老妈子哄着小少爷玩，不算什么累活，一日三餐准有把握，且比您漂流在外可强得多呀。此事你为何不去？这不是有您的吗？要是没您，我早就去了。您瞧瞧，甭说我这天天打粥，就是我天天要饭去，且比您可保险的多呀。琥珀，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哄法你？什么样的哄？哎，对了，从前小时候您在府里边，我怎么哄着您玩来的？您照着我那样哄哄人家就成了啊！琥珀，你不要失恋，我情愿跟随二位老哥哥去到大户人家求个。您别哭，您别哭了。这么一说，您愿意了？那我跟人家说去了啊，我跟人家说去了。二位大哥，哎，愿意了，哦，愿意了。哎呦，千金小姐没干过这个，到了府里边，二位大哥多照应着点儿，就放心吧，多照应着点儿啊，放心吧，得了。哎，得了，我说，姑奶奶，我都给您托付好了，您跟人家去吧啊。去吧，琥珀，哎，你要看我来也。行，等过两天有功夫，我就来看您来。您跟人家去吧，去吧。来，跟我们走吧。对了，跟我们走吧。走吧。琥珀，哎，你要看我来也。行，这么着。我明儿个就来，明儿个我一天来三趟还不成吗？您跟人家去吧，去吧。来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走吧。跟我们走吧。哎，琥珀，哎，你要看我来？我说姑奶奶。您别哭啊，您这么一哭啊，
哭得我这心里边都怪难受的。别看了，都走远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对了，跟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听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袁百合夫人呢，心眼儿特别的好。对了，这个到了府上啊，其实呢，也没什么累活。嗯。不过呢，你的一日三餐，哎，可就有了着落了。哎，兄弟，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您在这等会儿，我给您通禀一声。有请袁百夫人。小少爷的老妈子，哎，我给找来了，唤他进来。是。嘿嘿，来来来，跟我进来啊。嘿，来来来，跟我进来。见过袁百夫人。你倒是见个理儿啊。这一女子你姓什么？姓薛。哪里人士？登州人士。登州在亲日何？居一收用了吧，这我一夫人丫鬟要领薛妈后面金衣用饭。是，薛妈随我来。喜欢的，那得让我瞧瞧。比喻
你呢。倒是与不是，不是的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。且马花园之中，尽可晚说，唯有这东郡之人，不可上去。若为我命，定则不。渐渐记得去吧。是。雪妈，走啊，快走啊！快走吧，咱好玩呀！来来，快走快走。雪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？哟，小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他们家哪有这么大房子呀？他们家要有，那也是危房。薛妈，那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？小山，你这说什么话呀？他们家要有这么大花园，那还上咱们这儿应聘来吗？薛妈，跟着我进来啊。薛妈，来，你快来呀。哎，我说薛妈，看见没有？这儿啊是三间花厅。这边呢，哎，这边还有一张小床，待会儿小少爷要是玩累了呀，你就哄着他在这睡一会儿。哎，我说薛妈，这哄着小少爷玩可不是这件容易的事情，什么磕了呀碰了呀你可担待不起。哎，我说薛妈，我说这些可是为你好，你呀爱听不听。多谢了。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这边，哎，这边还有玩意儿呢。瞧这小喇叭，你肯定没吹过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就这样。你就坏了。你出去吧你。嘿，就这小没良心的，嘿，刚这么点就知道喜新厌旧。你不跟我玩啊，我还不跟你玩呢。我呀上后头踢球去喽。薛妈，你陪我玩啊。好。这个可好啊。这个不好。这一个你。这个也不好。
薛妈，你想个新鲜的陪我玩吧。见过纸人儿可好啊？剪纸人，好，我喜欢。薛妈，那您可得快着点剪。我晓得。薛妈，你一定要给我快着点剪。好。快点儿，薛妈。薛妈，你倒是快点儿啊！是。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？这个纸人挺好的。哎，薛妈，你给我剪匹马吧，我可要匹绿马。哎，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些。哦，人两条腿，马四条腿，不行不行，薛妈，你快点剪，你快点剪。这个绿马儿可好啊？这个绿马挺好的。哎，薛妈，它会走吗？哎。芝麻也能会走啊，他不会，我会呀。薛妈，你看着啊，我给你学一个。薛妈，你看着，嘿，嘿，啊，公子，你不要脏了衣服啊？不要紧的，脏了，我妈给我买新的。我学完了，该你学了呀。哎，人
请你看
想要一只白的。是。黄的，白的。哎，薛妈，等到了花园，你再给我带一只红的。好。哎，皮球。Thank you.
敢不遵我命，擅闯之楼。
进府这么些年，甭说座，我连个马扎也没混上啊。甭让，我仗惯了。谢马请坐。谢马，你去过那日天气日何？你可记得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呀。
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红得发紫了。坐吧。司马请坐。请坐，司马请。
人，一个老妈子，您倒这儿他可干什么呀？夫人，这算何意呀？我并无恶意，稍事你就明白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你害什么怕呀？听我告诉你说，我们老爷夫人呐，都是有道德的人，绝没有那个意思。要是有那个意思，早就把我收二房了，还轮得上你吗？走吧。哎，老爷，这是怎么样了？啊，夫人，你收了一个岁嘛，如今他的母亲丈夫儿子一家老小俱都找上门来了啊。怎么岁嘛一家大小都来了啊？真是。哎呀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夫人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啊，老爷，你道岁嘛他是何人？他是何人？稍事你就明白了，丫鬟。有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啊。那是我认识啊，跟着我来。哎呦，这是卢员外卢夫人。这是我们姑老爷。多谢夫人收留我的女儿，她今在何处啊？老夫人请稍候，丫鬟唤碧玉前来。是，碧玉姐快来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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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夫人，您叫我什么事啊？谁马衣服换好无恙。嘿，您还说了，我把您的箱子柜子全打开了，给他挑了一件最好看的衣裳，他这么一穿，您猜怎么着？嘿，还真漂亮。快快有请新娘子。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么会儿又改了薛娘子了。哎呀，这我也没法子，我还是就这么叫得了。有请师娘子。
见救生船搭救，故而至此。发大水了吗？哎呦！you
人来。啊，夫人，你们这算何意呀？老夫人有所不知，我有一言列位听了。想当年，在春秋天地，多蒙谢娘子赠我所领那一众亲臣九玉大宝，怎奈不知下落，且惜今日有缘重逢。原来如此，我有意与谢娘子结为近来，不知恩人意下日何？九玉夫人，如此姐姐，请看。这囊中之物虽不是当年所赠，也可应付灾后之需。正用得着。日次姐姐亲上，受我全家一拜。暮起暮落，离合悲欢，在绝美的唱腔和大团圆的结局中，锁麟囊再次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感动。此刻屏幕前的您，对于国粹京剧的美是否有了更多的感触呢？下周六晚，国家大剧院生如夏花线上演出还将为大家带来新的精彩，我们不见不散。